今天就是8月8号花花节，所准备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卫教活动。那这个今天这个活动呢，是由我们台湾科药师暨防治协会，我们花莲慈济泌尿科所共同主办的一个就是卫教活动。那今天就是因为是爸爸节，然后所以我们也是这个题目在跟爸爸有相关。那是我们会讲到就是有关于射护腺肥大的问题，就是议题。的主题是把爸爸射护腺照护尖兵。好，那今天呢，我们也准备现场有很多的丰富小奖品。那等一下有一个奖分答，那希望大家呢就是踊跃来参与这样子。那首先很就是祝福就是全天下爸爸妈妈节快乐。那今天呢，我们优先的邀请我们花莲慈济泌尿科郭汉彤主任来跟大家介绍阳性射护腺肥大及泌尿道下症状的那个题目这样子。那我们掌声欢迎郭主任。好，那各位嘉宾啊，我们支持啊，大家平安，大家好。好。哦，大家平安是不支持八八节哈？那不只要做爸爸的哈，很多做完家事的，你呢，要有他的爸爸支持，讲啊，我们出现的伟大，还有那个黄先生画的啊，厝里的老大啊，暗时啊去地做病的，好，啊去地做去那地多的厝，啊我是讲是开放的。哦，啊，我还有一点的，啊，我们先看我们台上的这马桶哦，什么有滴滴答答的很多，是不是来不及啊？啊，这些台湾喜欢，都是我们的社会性负担，哦，所以呢，他们根深蒂固用喜欢社会性负担，就是来说，中老年人他有往往逃避的宿命，哦，所以呢，有些爸爸姐姐啊，全台直播这些机会呢，要让我们的当爸爸的还是当子女的了解，到底我们的爸爸的小便不好解是为了什么，有什么的可能性，怎么样去治疗它？下一张。好，下尿路症状哈，一个人其实多少都有下尿路症状，下尿路症状有哪些呢？我分为两种，只需要写这有气流的症状，皮尿暗时个天很容易烧，流进里头很急，好，不是尿失禁，这个叫做膀胱阻阻。有时候会是啊，小便的时候很慢，哦，要等很久，小便的速度又不是很强，那所以小便快运用肚子的力量，还有就是解完之后觉得解不干净。这种就是我们的膀胱的排空的症状，好，有这种症状呢，就是我们的膀胱或是膀胱出口出的问题，但是呢，并不表示说一定就是我们的射护腺有问题，啊，这些症状呢，随着我们的年纪增大，都会慢慢的增加，60岁、70岁、80岁，越老就越常见，但是呢，是不是都是来自于射护腺肥大呢？我们下一张。我们看射护腺是什么东西？射护腺就是杂包油杂包我的射护腺，它是一个啊，比咱的尿道内底膀胱的下骹啊，一个腺体。射护腺有点像我们握的拳头，大家想象一下握的拳头，对吧？有气球，这个拳头的给咱的射护腺。所以当我们的射护腺变大的时候，当然就会变得比较急。但是呢，有时候射护腺很大，它也会过得很紧哦。好，下一张，我们看啊，当射护腺变大的时候呢，咱那些尿要出来的尿道就会变紧，对不对？所以半夜有那个射干，爱出啊，半夜前提这个感觉。第二个排尿症状，时间过量，夜排尿变得它敏感，你看过动，那有尿一出来就想要排。啊，说有尿来，那个放尿、跟屁尿头、哦，动尿来干的，刚刚第二个是膀胱的储水的症状，这两个都有可能是来自于射物腺的肥大造成的。但是呢，不见得，有时候呢，膀胱本身年纪老化也会产生这种症状。哦，下一张，哦，真正的射物腺肥大，其实你们在图上面表出来。
这个受限回家了，所以我们尿道压得很紧啊，膀胱出口变得非常的细，对滴管带那管越来越细，一直到挤不出加上。这在那管对对左手边啊，受限没有带啊，都滴管裂啊，那到这个受限越来越大，完全堵塞，这代表呢不同的。起那个射物线肥大，造成那尿道出口阻塞的一个状况啊。来下一张，啊，因为射物线对那个尿道产生阻塞，所以那个小便就会越来越慢啊。所以小便的速度越高，那么它尤其是那笑脸的时间变短暂。那讲讲哦，笑脸的啊，半夜来转胃天啊，老吃老半夜的地尿的哈。这里说有变慢变细大，那么大耳朵大，所以多看细心，那要看你们放尿的速度、体劲啊、活干，还慢慢啊，越来越细大，中一个人会更短，啊，持续到最后呢，小便就很慢，拖得很长，所以别别去上厕所，公共厕所，你把它尿下来的话，我会很伤的，我要把它避免掉，那个是假的，而且常见的这个排尿。困难速度慢的结果，结果哦，就是这样，下一张来，好，所以受限不短呢，它造成的这些排尿阻塞越严重，啊，越大就越严重。但是呢，并不表示说你什么小便不好解，就一定来自于受限不大，就来按我的选择，下一张，啊，你当时要说年轻人，你说受限不短的人。那两个话里头，也膀胱出口非常的挤，挤膀胱量，哦，刚刚讲刚刚说他，那你就看嘛，你是引起射物腺肥大，你射物腺肥大本身借受在挤，借这膀胱组的狭窄，这哪些产生排尿的困难，下一张，啊，所以呢，膀胱组很狭窄，一样会造成小便的时候呢，就速度很慢，它就压力很高，固体量越多，然后就是皮尿。急尿、尿失禁，这样膀胱的症状就会逐渐的产生，这样子。好，所以呢，一条刚刚解扎过来排尿问题，你是讲咱一定是受限肥大。我来讲哦，真正扎过来排尿问题，来自于受限肥大的大概只有三成，三成多啦。不过三扎过来大约多少岁，就只能是受限肥大。另外两个女士，另外两个女士，啊，女士也是反对是肠胃不好，诶，膀胱，我来讲个食，咱膀胱本来分较大，较无啦，是因为咱饮食较过多东西，啊，肚里嘛三分之一拢是来自于，包括膀胱炎啊、破裂症啊，所以尿多的问题，啊，所以咱膀胱本身收缩力变差的问题，啊，所以咱还要精确诊断来。心脏功能就是你的生理功能，那你慢慢体验，它也让对症下药，它会从药到病除，下一代。所以这个喜欢排尿型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有问题的时候三分之一，下一代。另外呢，说下一代的症状，假如前两膀胱过多，一系列就把时间都用来在补的病，因为膀胱是血管第一流这个器官哈，所以膀胱呼吸呢。前面把这些大浓厚的这些废气物呢排出一口气，所以膀胱一呼吸啊，刚刚这个流啊，这是对身体、是对我们一个器官的膀胱那个冰放出来，加上呢，那哪个膀胱呢？啊，表皮，那么对这它敏感啊，它脆弱，所以呢，那个血管那流不刺激我那个血管，所以加上温暖的那个血条把它过动，比较敏感。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两个动作是不是觉得比较一个啊，比七岁可以的话都行的啊，可以。所以呢，我们先讲好了，我们大家在刷血管的问题啊，比如那你刷最近看的话，另外一个先天的问题，比如土里面啊，你还是湿滞啊，你说那些刮小中风，这种呢，来对膀胱的痛。所以呢，你就是膀胱过重，这
样受一些礼物，可以。如果让你妈妈讲一个讲到我们受一些礼物，讲到我们那种一七岁，不然其他那种七八岁啦，因为会别因为只受一些，所以有受一些的以外不抵啊，给不得比较保险啊，好在那。今起来受一些人的爱心，看比方，但大牛其实这个排量压力很高啊，请出来。有把握心吗？你先，那你看看比方，你也设一些这些说呢，然后我打开，一来那干嘛比出来啊？开始你这个问题，那你这个设一些这些说呢，我们会处理的大多大比赛，先生。那我们先，那买干嘛以后，他光举功能，不配啦，你我有那个台湾干嘛？但是呢，你到底要是几年？啊，这那是我是做这个。他出国比赛，这样的我们都不要去参加的医疗科医师，让他们都去干点哈，让他们都有台的机会。所以呢，那两个做亲自进去，台湾对不对？先了解，我意思说，医生啊，我这个亲自哈，那个点以后，就让我们拨接以后，医生啊，我们来拨接以后，对不对？就让老师，医生啊，都啊。有一点的计划呢，你看我们计划的哦。但是想要想后来到下一趟，那我这边呢，恭喜他到过关这个时，那个有外来证，那同时呢，我们要注意，我当时好，那我做什么？有呗，新装呗，有计划哦，实际，那我这个都会啊，啊，看新的这些啊，这个自体免疫的呗，那我们这边有那个恐慌，我那恐慌这个非常的敏感，所以呢，这比较会比较些。那我们要记住，多多那个嘴观音、嘴巴机关、嘴心呐，很多敏感的观音，好晒的。现在我们现在早期是去让地的地图啊，而且我广东的那波，你查了五年多，就比在广东点起来，就是一板出来，大家查啊，一板一直那里，一片红的，哦，晒一晒。啊，各位说听不了的是，查了那个多呢。好好生命产生啊，按时都可以大约热的代谢，所以这多尿你就按时的流哈，你一口皮哦，到天根哈，这里有个消费啊疾病是三分之一，好，比如说疾病然后半年有大几千倍那信息，一直啊，有不要往起来，那天根反起来就消费了大信息，按着就夜间多尿，现在讲到了夜间多尿，因为呢。安讲啊，要讲他那个比浓缩能力有没有用？浓缩能力，笑脸男，你看，按时的，你看，到天天不干时间，特别容易带鱼哦，重鱼呢，第二个比浓浓缩，还有你听到那里啊，容易带多鱼啊，是呢，浅浅啊，这个是那个浓缩能力，还有那其他什么一些。那你浓缩能力，我讲哪里有变大？你一定要把皮肉分，因为如果这个啊，这个肾脏变啊，那下面浓缩能力比较大，你看这个好肉，所以呢，也有可能把浓缩组呢，或者就是有是尿漏很多，产生夜间多尿症。那多尿症怎么办？多尿症没有什么办法，你就少喝水，你可以解决。但是尿光多尿症啊，都加上一些你摄入性比较大，大多容量很少，就会让你尿尿量。第二个呢，就是首先生活上的不方便，今天被风太冷了，第二个这个半年会产生哈，再三，非老人，这样的话呀，至少我们备上红绳子，按起来变半年了，第二呢，按红绳，很多的广告，广告是骨折，广告是它还有头皮干，哦，那么我们都要按起来这些就一说完大家不客气。关于在半夜运动，每天洗一个洗澡，洗澡杯、洗洗本身，这个几率都会增加。所以对老人家来讲，自己的危险。所以老人有多尿症，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治疗，不能把它当做一个老年人好像必然的一个问题。这不是问题，这是生理问题，这是就是说杯。所以呢，你干嘛要喝来治疗再发？啊，那来一嘴咯，因为它到底有没有其他问题？如果以前射物线的问题，那是哦，射物线的以外的问题，下一张。如果是膀胱敏感的问题，那哪天我们以外，膀胱啊这个小孩看比较敏感，下一张。啊，
这样子的话，那个基础是怎样的辩论？如果不用的数字的问题，我谈到敏感问题，那单纯起来哦，业绩多的这，那你代表不要叫，我业绩按起的，但浓缩，他没有办法跟他叫，他没有看问题，没起来呢，如果他特别讲惊喜的时候，哦，他就来气啊，持续的问，他家人的相处也比较融洽啊，所以那筋骨诊断。筋骨诊断那个下面的症状跟社会性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那就其他的问题再做其他的解决。下一张，好，如果要分析社会性肥大，没买肉，社会性肥大，筋脉你哪个比较偏大比例？脾气输掉清楚的比例就只有几岁？筋脉来讲起来，含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社会性肥大爱清楚的人不到以前的十分之一。比如十个人老寿星回答较早可能不太清楚，即摆要甲一个人较清楚。体重就是安尼，足体重，无要食药啦，啊讲起来就清楚吼。啊，咱若讲解决啊，开始讲，咱有从第二层体重咧，咱有个减少前列腺吼，前列腺就是前列腺吼，减少前列腺，列腺我们就补充一个五阿尔法还原酶抑制剂，降低有利前列腺把它碎掉。好，它就是一个很硫酸、很细的，把它晒了。它有维护作用，目前老王他有做防疫，也生桃花了。好，所以有人讲我，那比如说把那桃花都摘一摘，哦，那就有人给到他桃花水，那是维护作用，非常受欢迎的维护作用。好，这种生物性可以晒啊，对吗？那就有人减少尿道的阻塞，也希望有啊，哦，好利尿道变松。脑部作用呢，第三个作用会降血压啊，多喝多多些老人高血压，啊，也要调节，增强血流啊，要多拿点水喝，不要半夜不习惯不要会高站。第三，那假如说膀胱敏感过度，怎么办？要好好的调理啊，抗胆碱啊，降血压，哎，也膀胱看点看点点，膀胱要低下血流，看点点的大点。所以起码一个进口就可以啊，射物线缩小，尿道放松，膀胱过度改善，好一经啊，一觉到天亮，汗流下降，啊，干笑脸啊，不要不要尿布嘛，万一这布里面尿汗流在地上来的哈，吓你嘛，一笑脸看哪里不厕所，我说，那个老人哦，哪里当汗流一笑脸，他说，哎，赶紧去厕所休息。我光荣感人来哦，哦，那这快乐笑的就快乐。但是呢，这两个月乖乖，爸爸妈妈讲要看这个，就是说没保护，一收就丢了，丢了再丢了，扎了你还自己开发的，下一场。但是呢，越不看到网嘛，没保护，其实时代越进步，科技越发达，规个越越简单，平常的代志，那你想听啊？啊啊，其实。有当时啊，对毛酸啦，只是直接食药啦，也是可以，差不多十分之一的机会，哦，还是讲只两下机会，食三四单四个人，进步有限，各自偏多嘛，偏皮啊，偏皮啊，所以无效，无效，是我无法治。啊，对伊来讲起来，有当时啊，就讲啊，医生啊，我不要食药去，我讲你有食啥单嘞，你就去食啥药去，吼，啊，食到一包十个，食到一包。一个是要算啦，无是要怎样？咱嘛在抽水，也是真简单。起码呢，抽水呢，应该啥？咱同一时间的抽水，哦，对膀胱、对尿道有效。那还有，他比如说嘛，膀胱干，哦，下一张，那个气味，多安的气，哦，不然他那个奶，那抽水要，那希望他的他的他那个那个他我们做后保，抽水可能以后我们再考虑考虑。可以担心哦，你希望哪种？第三，因为医生我袂做，因为无好医生，我戒掉哦。我昨我那两天开刀，我一次不要停脑的，我袂好。那安尼，那就是啊，修慢修顺，哦，修贵慢修顺，越普通越慢。那他讲的，社会性肥大，我不必要普通来对治它过动，而且过动你若讲抽皮，那得等，一定要恢复，但是你若做做久啊。广告已经无来，所以过冬起来，夜归要不太坚固的时间，然后像三高，然后像老公时间一旦，或者是或者是未来有别的，所以为了把这些
好，所以今天呢，真简单，就是找这个时间来介绍咱男子感到困扰更大的部分，就社会性的障碍。那本来推荐社会性的障碍，不是物质的障碍，而是心理的。啊，那是当中的社会性的障碍，容易引发造成那个排尿问题。等一下，排尿问题，喝完水，看看你吧。你有平常都用什么样的清水来排尿？用什么样的清水？清水很简单，很安全，不会后遗症。最重要的是，你要早一点有问题就看医生，好、哦、看医生，然后听从医生的指示，好好的服药治疗，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避免说在这一生里面需要遭受到社会性的要造成痛苦。好、哦，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那我们的现在呢，第二刚才哈也有提过，其实这个射物线的一个药物，现在目前呢发展的都非常的一个进步。那其实呢，90% 的病人，其实呢早期用药物控制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这样子哈。好，那所以我接下来就是会再细讲，就是有关于药物的部分，我们哪些可以治疗的一种方式哈。那刚才就是郭主任没有稍微提过，那我们就是稍微再细讲一下哈。就是第一种呢，我们叫做甲型的交感神经的一个阻断剂。那这个药物呢，基本上呢就是可以放松我们射护腺的一个平滑肌的尿道哈。像我们这个这边呢是一个射护腺肥大造成一个阻塞，所以它这个地方哦就尿道就这边就变细了这样子。那我们吃的这个药呢，它可以让我们这个那边的平滑肌哈放松一点，也就是打开一点哈。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小便呢就会比较顺畅，然后呢，那当然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排尿的阻力降低。好，那所以呢，这个药基本上呢，它的好处哈，就是它作用很快，然后效果也很好。那所以目前大概都会被我们当做常用的第一线的一个治疗嘛，吼。那它的作用呢，基本上我们大概吃两天左右就开始有感觉，所以真的有改善这样子，吼。那当然呢，它这个药当然还有一些副作用。那刚才呢，当然，我说这个副作用不一定是不好的。刚才说吼，它也会有一种降血压的一个副作用啊。那这个降血压，当然对于有些有高血压的老人来讲，它基本上是好的哈。但是呢，万一他如果是一个没有高血压的老人家，这时候就有时候就特别注意哈，因为我们知道他晚上哈就是可能会起来尿尿上厕所，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个产生过就是去低血压的时候，就可能会头晕啊，所以就可能会跌倒啊，就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呢，这个还是需要小心啊哈。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药其实都比较进步了哈，它的对那个血管的一些副作用哈，可能都比较少。像现在长期的一些像优力的氯胺或活路滤镜，它都是一个比较少的，降到血压这样子，所以这样的副作用是让它的变少了。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副作用，像是啊鼻塞啊、头痛，然后呢就是射精障碍哈，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就是看每个人对这个反应的感觉不同哈。那因为这个药物就是说，它因为血管扩张关系，所以就会有容易做鼻塞尿的问题。那射精的大概这些药物说，你会有一个人会有一些射精障碍。下一张。好，那第二个药物当然就是一个刚才有提过，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药哈，这就是叫做。它是一个属于男性荷尔蒙的阻断剂，我们叫做阿尔法的旁边免疫制剂。那这个药呢，基本上哦，它就是可以阻断我们射护腺的两侧的一个峰值。所以呢，长期服用之下哦，射护腺的体积会慢慢的缩小，应该说它会得到控制，然后甚至哦会慢慢的缩小。那长期服用，研究指出可以缩小体积大概30%左右。不过这个药基本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射护腺肥大它不是一夜之间就造成的问题，所以呢其实这个药吃了不会那么快的有效果，不像我们刚才的甲型交感神经阻断剂可能吃了两天就开始有效了。这个药通常就是要吃到至少3个月以后慢慢才有感觉，那长期吃了越久的效果就会越好这样子。所以这个药呢，它就必须长期吃。那当然就是也希望就是这个有这样子的问题的病患呢，其实就是要长期的一个服用药物。那像如果说呢没有乖乖的服用药物之后，射物线又会再大回来哈。那这样的话，这样的治疗效果就会变得比较差哈。那是我们现在比较常开到的药，像这一类药，我们叫做尿系统嘛哈，这样子。那现在呢，还有出比较新的剂型，它是复方药哈，它就是合并的这个尿系统跟我们的活路滤镜，它的一个一颗药有两种成分，那这样可能就可以大家可以少吞一颗药这样子，这样子哦。
那它的一个副作用呢，基本上就是可能就是大人说刚才说会长头发，当然这也是一个优点，所以秃头的病人有时候不会吃这个药，它会有帮助的哈。但是呢，另外一个副作用，它就是可能会影响到男性的荷尔蒙，所以可能会造成性功能哦稍微受到一点影响。哦，不过我们这种年纪大的哈，有些也许就没有那么在意。当然，如果有些吃了有这样的副作用的时候，我可能有些人家就不太愿意吃。好，那第三种药哈，这个也是我们国际泌尿科医学会的人来说，就是光热可以拿来治疗我们前列腺肥大或者下尿路症状的一个药，它是那个叫做地五型的磷酸二酯酶的一个抑制剂啊哈。那这个药基本上在过去哈是拿来治疗勃起功能障碍哈，就是所谓各种阳痿各种状况来吃的哈，那它可以增强我们这个勃起功能哈。但是我们后来就是慢慢的发现哈，它就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个膀胱跟射护腺，还有一个骨盆腔的一个血流的循环。那这样子的作用之后，就是长期的，就是可以让我们这边的平滑肌放松，然后降低一个发炎的一个效果哈。所以对我们这个下尿路的症状哈，尤其是一些类似频尿这种状况，还是也有改善哈，这样子。但是可是这个药目前在健保上哈是还没有起步，所以这个药如果要开的话，目前是自费，所以目前可能大家也很少会开这个药。但是这个目前在我们国际的泌尿科学会也是被承认是一个治疗这个下尿路症状的一个药。好，当然呢，就是刚才我们说过哈，就是我们产生这个下尿路这些小便的问题哈，不一定是就是。单纯是射物腺肥大所引起的一个原因，当然也有很多一部分哈，其实也可能是膀胱过动症这方面的问题。当然呢，射物腺肥大跟膀胱过动症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关系，就是当你这个射物腺肥大塞久了之后，哦，当然就慢慢的影响到膀胱的一个功能。那当然呢，膀胱哦被塞久了之后哦，它这个压力很大，它就会开始产生了一个膀胱的过动，就会产生一个急迫感。这样子哦，所以呢，如果而且这部分常常会是病患哦所比较困扰的一个问题哦，像是哦晚上要起来尿尿好几次啊哈，或者是出门的时候就一直要找厕所不方便哦，坐车然后又不敢长途旅行这样子哦，而且可能会来不及尿，所以呢，如果有合并这种比较严重的一个膀胱过动症的问题，我们就要一起合并治疗。那目前像有的药啊，像常开的，像看到像胃喜康啊、欧舒啊，这就现在比较新奇的一种乙型的一个肾上腺受体作用剂哈。这个药呢，它基本上现在的副作用都降低了很多。那所以呢，在同时治疗射物腺肥大的过程中，也同时控制这个膀胱过动症，就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好。那刚才已经说过哈，其实射物腺肥大哈，大部分的病患90%-90%的病人，其实在现在的药物进步之下，都可以获得很不错的一个控制。那当然还是90%都不错，那就代表还有10%的病人可能会需要进展到手术了哈。那所以呢，什么时候会需要到进展到手术呢？哦，就是有以下这些适应症哈。这些适应症，当然第一个我就是吃药效果不佳，药物治疗效果不佳。当然一定有这样的病人，就是说射物腺真的是肥大太严重了，所以吃药就改善真的是不多。这时候有可能要手术，或者是一些副作用比较没有办法忍受的，像是鼻塞，有些就是鼻塞，它就是过敏的原因哈。那另外呢，有些是因为你可能没办法长期吃药，或者是过敏等等，所以就没办法服用药物，这时候可以选择手术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真的已经尿不出来了哈，已经严重到尿不出来了。那尿不出来这个时候没有办法，这样就是也是需要手术这样子哈。那接下来就是有可能像膀胱结石哈。那膀胱结石，我们知道，其实膀胱这个它是一个储存的器官，它不会源源不断长结石。
这个结石呢，基本上都是从我们肾脏那边掉下来的。那今天呢，如果肾脏能够掉到膀胱，正常状况之下，我们其实就可以把它尿出来的。但是呢，今天既然没有办法把它尿出来，就代表我们膀胱出口被阻塞住了，就是像我们射物腺肥大这样的原因。所以呢，这种状况就是也是需要开刀来处理这样子哦。那再来就是射物腺严重到影响到这个膀胱功能了，然后那我们知道膀胱塞久了之后，膀胱功能就会慢慢变差，会慢慢的纤维化，收缩也越来越差，那甚至呢可能会也有影响到肾功能这样子哦。所以呢，如果当你到影响到肾功能吼，当你膀胱内压，尿的越来越多，尿的越来越不干净，那肾脏哦压力变大，肾脏就开始水肿，这时候呢肾功能受损是需要手术的。那还有一个就是肾固腺前肥大所引起的一个血尿。那我们知道吼，在没有肾固腺肥大的时候，我们的尿道就是这样通畅的。那再来，如果说这个像这样，就是有很严重的一个射物腺肥大，它会造成一个堵塞。那我们射物腺呢，基本上是一个就是血流，还算很丰富的一个器官。那当你这个射物腺堵塞很严重，这个小便可能会出力，那就可能会造成这个射物腺出血，所以就有血尿。所以这个就血尿是射物腺肥大所引起的话，这样大概也是需要准备要开刀的。好，那再来呢，就是呢，我们今天如果要手术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原本阻塞掉的射物腺，把它刮掉，让它恢复成原来的形状一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通路打开，那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要手术的一个目的。好，看下一张。好，所以呢。接下来就是我们讲到就是有关于手术的部分。那手术呢，基本上现在呢，其实也是一直蛮进步的，也是越来越进步嘛。所以要手术，刚才也跟大家就是介绍过，其实不用太担心了。反正手术基本上哈，这个手术呢，基本上我们现在都是用内视镜的一个刮除手术，这不是像传统的开刀的方式哦，可是用内视镜去刮，用这个内视镜哦，从尿道伸进去来做一个刮除的一个这个这样子哦，是也算是一种微创的手术。那这个手术呢，基本上也已经有大概40年左右的一个历史，所以呢，这个手术基本上它已经是一个蛮成熟，技术上都蛮成熟的哦。所以呢，它的安全性基本上都是普遍可以被接受的哦。那当然呢，这个手术它基本上还是也稍微有一点点的一点风险，就是说我们射物腺它这个血流还算丰富的器官，所以呢它可能还是在刮的时候还是会有的一流血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哦。那另外呢，我们在刮射物腺的时候，其实因为流血关系，我们就会需要冲水。那这个冲水的过程呢，可能会被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刮出来的血管吸收进去。到体内，那这样会有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个电解质不平衡，我们俗称就是水中毒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哦，也就是因为这个手术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一些缺点，所以我们这几年十几年来其实都有发展一个有镭射的一种手术方式的一个治疗。那镭射治疗呢，从过去大概十几年前比较流行的一种日光镭射的一个气化手术，那也变到现今呢。比较流行的就是一种多镭射或多波光镭射的一个切割手术。那我接下来就跟大家做一个介绍，这样子。你看下一张。好，然后点一下哈。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前列腺的一个刮除手术的一个进行。你可以看到哈，就是用电刀的刮除的一个方式，这样子来把射物腺阻塞刚才阻塞的那个地方把它挖掉，然后恢复的洞。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刮的时候呢，其实它就会出血哈。这样子我们一边在刮的时候，虽然效果很不错，可是在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地方会在流血。那流血的时候，我们要用电刀去止血。那止血好，我们看得清楚后再继续刮。那所以当你射物腺如果越大，你当然需要刮的时间会越久。那可能呢，流血的状况就会越多。那当然，有可能血灌进去身体，
其实对于机会都会比较大。哦，那这种就是我们一个射物线刮除手术的一个方式，这样子哈。好，我们看下一下。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镭射的部分，我们先讲就是这个是预光镭射的一个气化手术哈。那预光镭射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用气化的一个方式哈，它就是用烧油的方式，慢慢用那个镭射去把射物线烧出一个洞出来，那射物线它就被你烧焦了，就气化掉了，那慢慢射物线就不见了，那。然后呢，就一样目的，我们就是把那个射物线堵在一个线卡，把它烧了这样子。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烧油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不太会出血哈，所以看起来就是比较安全哈，所以就是比较安全，比较不会流血。不过呢，这个缺点就是说，它烧油的一个速度会比较慢，手术的过时间会比较长这样哈。那另外呢，这烧出来的东西，烧掉的东西是不见的，我们没有办法取得一个病理的一个组织哦。我们知道，其实射物线这个肥大虽然大部分是良性的，但是呢，其实里面也有可能潜在有一些病变，所以我们其实还是需要能够有一个病理组织的化验，对我们来讲还是比较安心的。那这种纯气化的一种效果呢，它基本上就会没有我们的病理组织，然后而且呢，再加上我们用烧的过程哦，有可能因为有时候烧到一定的程度就烧不下去了，所以有时候没办法烧得很彻底，这样子呢就没有可能在过程的时候射物线又继续增生的。好，看下一张。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近这几年来比较流行的一种，就是用我们丢镭射或者是多波光镭射的一种切割的一个手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镭射跟刚才不一样，它是属于一种比较切割型的镭射哈。那它就是像我们在一边在切的时候呢，它有兼具一个气化跟切割的效果，所以它在切的时候，其实流血也是不太容易流血哈。那这个过程哈，一方面也可以达到蛮好的一个止血的效果，另外这个切下来哈，慢慢的把这个组织切下来之后，哦，我们一样可以有得到一个病理组织哈，像这样子慢慢的就可以把一块一个东西这样切下来这样子哈。那当然呢，在我这只是示范，它是小块的切，当然你射物线越大，那就要切越久这样子，这是当然必然的。那这个手术呢，当然基本上跟刚才比起来，它也跟传统比起来，它也是比较不容易出血哈。那当然也是比较不会造成这种水中毒的一个状况。好，我们看下一张。好，所以呢，我帮大家就是稍微就是总结一下有关于手术的一些比较了哈。我们会发现就是传统的手术，它多当然手术时间会比较快，因为它刮的就会很快。可是呢，它就是更多的一个流血了哈，然后水呢可能被血管吸收进去，所以水中毒的机会比较高。那当然过去比较流行的预防镭射，它手术时间比较长一点，它会花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它没有病理组织，所以呢，现在也逐渐到稍微比较不流行这样子哈。那现在呢，比较流行的就是用丢镭射或多波光镭射的切割，它当然呢，手术时间就是会比起一般会稍微短一点哈。那另外它也是比较少流血，然后也手术的风险也不高。那另外它也有病理的切片，所以目前我们大部分大家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如果说要用镭射的话，而且呢，这种是比较理想的。好，那在这个镭射的部分呢，现在也还是一直持续有在进步。那我们现在目前最新的镭射哈，这种就是三波段的一个多波光镭射，它同时的话就是以这个丢镭射的基础哈，丢镭射这种切割型的镭射，然后再合并我们这个二极体的一个镭射来做这个做这个手术。那我们在慈济医院大概就是在3年前就开始用这种镭射来进行了哈。那这种镭射呢，它的好处就是说它的切割的效率也比较好，
然后呢，再来它的气化效果也很好，然后止血效果也很好，所以手术的一个效率会很高，而且它止血效果也比较好。那所以呢，可以然后也减少一些过多的热敏产生的一个组织伤害。哦，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没错的手术过程当中的一个进步。哦，好，再见。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手术的部分，目前在进步的状况下，大家对于手术也不用感到那么的害怕哈。所以手术基本上它还是算是一个还蛮有安全性的一个手术的哈。那关于治疗，我们介绍完之后，我们来讲讲，就是说平常要怎么样预防保健哈。好，说实在的哈，其实射物腺肥大的时候一开始就讲了，它是一个老化的一个疾病，然后就是年纪越大，其实就容易哦，就是会得到这种问题，基本上就是一个老化必然的一个结果。所以你知道预防射物腺肥大，说实在的，其实并不容易嘛。但是呢，我们可以做的是一些预防保健，然后跟医生就是保养，然后那保养要怎么保养呢？我们平常就是还是要建立一个好良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哈。那平常如果没有一个下药或症状的时候，其实就是应该平常就避免吃一些有利尿剂或刺激性的一些饮料或食物了哈。那像饮料，就说像酒精啊、茶啊、咖啡啊、可可啊，或碳酸饮料，这些比较刺激性的，都会让你这个膀胱哈，就是会比较疼痛这样子，所以就尽量会少吃这些部分。那另外呢，适度的一个有氧运动，维持理想的体重，还有大便通畅哈，这些部分也是很重要。那其实这个呢，其实都跟一般的慢性病都一样哈。小队刚才就讲了，社会性是一个慢性病，那所以你就单纯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哦，基本上如果有证实，就是多运动，然后体重控制的越好，其实你这个都会越健康，这个也是很重要哈。那有关于吃什么东西可以有比较好的保养呢？那可以多吃一些纤维类的食品，然后抗氧化的食品，它就预防老化。那含锌的一些食物啊，因为射物腺它是含富含锌的一个器官，然后那所以呢，像一些南瓜子或茄红素，那这个关系大家对射物腺的保养是有帮助，虽然它很不一定都预防射物腺肥大，但是它对保养。抗发炎是有帮助的这样子哦。那所以呢，总结来说哦，预防肥大是比较难哦，但是保养哦，是来说是更重要的这样子啊。看一下，好，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就是介绍到这边哦。我们知道，其实国人现在哦，生活水准提高，那大家其实都活得年纪其实越来越长哦。那所以这边出现肥大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哦。那而且呢，它基本上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啊，比如说晚上就起来尿尿，睡眠就会被摔坏，睡觉睡不好哈。那另外呢，如果你是很会出去会频尿尿失禁哈，其实对你的社交方面也是会有影响，所以它影响生活品质的部分是比较大。那当然，我们现在刚才介绍过，现在社会性的肥大其实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困难治疗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早期的治疗其实效果都是非常的不错哈。那它早期的治疗呢，就可以避免了膀胱功能的退化哈。那早点治疗也能够避免掉手术这样子哈。所以呢，有问题的话早点看医生，真的是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那当然，在手术的部分哦，除了我们传统的射物腺刮除手术已经很成熟之外，新的雷射进步也对我们来讲哦，也提供了更大的帮助哈。因为它呢，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止血效果，所以对于以往年纪高、心肺功能比较差，或者是有在吃一些抗凝血剂的一些病患，那所以在用刮除手术的风险比较高的病患，现在呢也都可以。可以来进行一个手术这样子哦。好，所以呢，今天就是很高兴，就跟大家就是介绍有关于射物腺的一些治疗跟预防保健。第一次错误啊，
对的，没错哦。因为今天刚才跟郭医师跟我们都强调，其实现在药物其实都非常的有效，早一点治疗，90%左右病人都可以不需要手术就可以控制得相当不错哦。所以答案是第一题。肾固腺肥大的疾病，如果长期不治疗，可能会影响肾功能，影响它。好，这边。正确。正确。好，没错哦。其实肾固腺肥大，如果一直不治疗，那当你想到膀胱功能，然后久了之后就会影响到肾功能的话，所以呢，这个答案是正确的。来，第三题，如果肾固腺肥大疾病很容易预防，自己饮食控制就好。我替看医生，请抢答。好，没错，这个答案是错的哦。有问题，有小便的问题，就要赶快来看医生哦。早一点看医生，那就可以获得很好的控制哦。那其实我们的生活品质就会获得很好的改善哈。请诊断男性下腰症状，请抢答。
我们连后面的机会是好，正确啊！有的时候呢，小便的问题，可能说不是单纯是社会性肥大哈，有的时候需要一些更精准的一些治疗。那我们可以透过尿路动脉学检查，它可以更精准的去发现是什么样的问题，它知道什么问题，对症下药才会有效哈，不应该直接就开刀或是怎样处理哈。过去一些像是抽
没问题，我们还是希望在定期的一个再追踪。哦，那如果我们之后发现生物线的指数仍然有持续的上升的话，我们就会建议你要再做切片。那还有就是当你的生物线慢慢的变大的时候，会吃到的机会就会去增加。谢谢大家的努力。